哇，好凉啊！大家好，我是大雷。这张天请假了，上牡丹江玩两天去，然后我在店铺这边值班，给大家打单的，正好还赶上我们这边赶集，在外面。嗯，多热闹！每周日早晨，这个集市搬到我们这个店铺门口了，卖啥的都有啊，都是人。羊。这怎么卖的啊？十元七斤，十元七斤，那合一块多，这么便宜啊？我能先尝一个吗？能行吗？尝。尝一个小的。来，熏池梨。十块钱。七斤，哟，好硬！困一下就好了。困一下，对。哎，他说那个苹果里头，梨里头放两个苹果，愿意那个愿意熟，是不是？看看呗。我来逛逛去。就是行。这个怎么卖的呀？10块钱一斤。10块钱一斤，这一盘是一斤吗？现成不错，现成特别。好，现过秤。给我来一盘。11块钱啊。行。我这也没啥买的，就是来这儿瞎逛了逛了。哎呦，这围这么多人。行啊，买点饭。还得行，你要那个。大鱼啊。这边集没有像我之前我们林业那边赶的集似的，有很多零食好吃的，都是卖菜啊，卖一些鸡鸭鹅要多一些。我这早饭还没吃呢，现在正在那早饭。这小狗在车上趴着，都老实。年后的年豆包，炸麻花，突然得吃饱。我这还是订点别的吃吧，这集上好像没啥能吃早饭的。整个面吧，上我店铺旁边这家超市，他家能做一些饭菜啥的。给我来个炒面。炒面的。啊。哎，这什么炒面？鸡蛋火腿肠。啊。然后好了，我告诉我一下。啊。超级方便吧。趁这时间段再把订单给他打出来一些。看我们这儿这个炒面，这一大盘多少钱？10块啊？十一？这个多十块啊？多实惠！真的，这够实惠，饱饱，一般饭量都够。那，再配上一个大蒜，开吃。你给我配上那个，你给我再，你给我再配杯酒啊！我说你再配杯酒啊！不喝酒。鸡蛋。火腿肠，咸点行吗？行，挺好。蒜，凤凰城啊，吃的差不多了。这点面有点没化开，好像。没化开。嗯。又不吃了。嗯。行，饱了。撑上了都，就这儿，郭大雷，嗯，10块。我说都可害怕出现错误了，这铝钱丑啊，这玩意儿贴单的时候我还丑，担心，真担心我。就怕发串了。就怕发错货，你知道吧？不好办，咱也省事，完了顾客还闹挺，老公打包也可利索了。真快哈，快吗？嗯，利索哈。比一比，跟大姑一样，干活都可利索了。给你俩比一比。
来比一下呗。比一下呗，一个是打包器包食。这个。试一下吧哈。开始呗。开始。来。行，等会儿，等会儿，等会儿，我来了。不，这个再干点。这打包器不好使，真不好使。不比，不比了，不比了。比呗。不比了，这样行了，我知道了。换打包器，你也撵不上我。我再比比，不干了。不干，干不过，我要剪视频了。好，我是大雷，今天视频就到这里。如果喜欢我的视频呢，记得点下关注，谢谢。